战战一身红衣跟大橙子坐一起，还勾肩搭背的背着台词，然后战战仰着身子一身轻松的坐在那，随后又跟师兄弟们在一起与导演讲戏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头在里面，那头这么大，你们是会笑啊？不如现在是邪神吗？好，知道了。接下来就该穿上衣服开始拍摄了。拍之前，战战一直对大橙子动手动脚，一会捶他胸口，一会拉他的手臂。哪有人不喜欢自己的孩子的呀？当场，你想想吧，那些嘴最谣传的人啊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，打得他们爹娘都不认识。就是哦，不像王阿娘，连带着不喜欢我。接下来这一场是僵尸被灭门后，魏无羡和江澄躲在墙头看见满院子的尸体。对，整个饭院子里到时候都会全是尸体。哇，此时导演就站在下面抬着头给他们俩讲戏。哇，全都是尸体，满是尸体。蹦蹦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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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是一个人。战战在墙头等戏的时候看起来好可爱，自己在那开心的摇头摆脑，到了正式拍戏的时候又立马进入状态，那种悲伤的情绪一下子就有了。抖音。